薛凯琪、何超莲、JW 同丁子高呢日就一起嚟到 TVB 为游戏节目录影玩狼人杀，估唔到原来超莲竟然系高手嚟噶。令我惊讶嘅就系，其实超莲佢嘅演技都好好嘅。咁我头先喺度讲笑，如果我系即系投资电影，我揾佢做女主角，因为其实真系好好，好自然，唔浮夸，可以做文艺嘅女主角。Fiona 之前就病了，不知道现在好翻未呢？咁就因为之前去了拍剧拍了一个月啦，咁其实每次拍完一套戏剧或者可能一个 concert 咧，我都是三日内就病。咁今次仲犀利，一翻到嚟香港第二日就病，咁就病了可能一两日就即刻要再唱歌啦。咁但系唱歌嗰度好多女 fans， 因为佢一个内衣嘅活动啦。咁啲女 fans 见到我好热情，就冲过嚟擁抱我，但其實我全身是濕曬，不是普通的汗，是發燒的冷汗。我已經覺得好核突，不是他很核突，是我很核突，然後很害怕他摸到我會不會覺得我核突。為什麼一個女生可以這麼大汗呢？又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大汗到有味道。但是後來都諗咁多啦，因為佢哋真係好熱情咯，咁好快就好翻啦，因為自己身體都係好嘅。